我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卑鄙。你是为了四年前的车祸吗？不对，石之外是在车祸之前就开始接近我们家了，明明有别的理由。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是跟我有什么仇？仇？我对你做这些事的理由是，我还以为知道我是你儿子后，你会马上向我赔罪。石之外，是因为个人恩怨想要诬陷我，现在你也该安静的消失了吧。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，好女人坏女人